叫紫薇，现在在做室内设计师，差不多做的时间应该有4年左右了，还有在从事模特。HRT 2.0 穿在身上的感觉，我觉得蛮舒服的，亲肤。这一些细节，袖口、袖型来讲的话，都要挺比较直，刚好版型有可以修身。我蛮喜欢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搭配，小高领的部分跟一般的 T 恤会比较不太一样，又带着休闲，又可以有一点时尚的感觉。做一个让一般人可以了解的媒介，是我最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。每天可以去介绍一个，不管是品牌也好，家具也好，设计师、建筑师也好，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室内设计提高自己的 sense， 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，不是只是为了做，人可以去了解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比呈现来得更好。